好吃的。早安肉困，晚安北北。谢谢金米粥，谢谢北原送的加油。对啊，今天好热哦，今天超级爆炸无敌热。谢谢伟送的就很悬，晚安。怎么每次我吃播的时候你就在饿肚子加班？你为什么不能吃饱加班？分身去哪里了？还离得有点远。我这个礼拜喝了两次饮料。啊，不是，我这是这个礼拜喝了两次 Coco。嗨嗨，我觉得今天有点大，远一点。我要来换一个，换一个这个叫什么？换一个这个，换自己的账号好了。是这样听吗？哈，对，换一个贴纸。放歌时间，最近有什么新歌啊？嗨，博维，好看吗？鬼片。爱我还是他？你和我，你和我，我听到烂掉。我从他还是他还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开始听了。答对什么？谢谢看尼特的水晶四叶草，谢谢 best 6100送的925000，谢谢看尼送的小号角，网络宕掉。果然不能相信房东的网路。平平今天到9点，不是，为什么我要叫自己平平啊？好恶，你终于可以跟了。草莓约翰，
好哦，拜拜。看我要叫自己平平还是依依自己选，依平，平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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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stock 都一样啊。黄黄小黄，路边的那个狗狗小黄，还是开车的那个小黄？不会有人真的以为我姓黄吧？啊，我真的姓黄啊！我英文名叫 Taxi 吗？对啊。黄衣品，对，就是那个黄。衣服有一条彩色带带，有点好看。等一下，我下播之后大概没意外，应该是10点，我会发一篇文，记得好好的看。如果以前要冠夫姓，你我嫁给姓黄，就是名正言顺的黄衣品。现在是你们要嫁给我，不是我要去嫁给别人。我在讲什么？好奇怪。这种时候就大家都会说我是姓一啊，其他时候就是我就是姓黄。网络异常，我网络异常。有吗？我有网络异常吗？好，卡了一下。哇，草莓约翰惯了。很会灌，谢谢菲菲我送的行李箱。我记得最近有一首韩文歌，好像是新的，那个忘记了，好像是 Girls Idol 的，好像是 Fate 吧。礼拜要先修一下刘海，这样公园才是最美的。我今天刚修的，我今天早上才修的。你这样讲我好难过，我走心了，心都碎了。好，你的量只是灌。我这个太短了，我不然剪太短了。应该要这样，剪太短。但看来你觉得它很长，但其实我觉得它太短了。你看我这样子看都已经是扁的了。我今天稍微抬头，它都变成那个眉上。难怪今天这么可爱，我每天都很可爱。Cutie girl， 用太风像是额头长瘤，哪有那么夸张？我今天没洗头吗？现在才几点？我现在洗什么头？还是你要早上洗头？
两路红气不喘的自夸，还好，我觉得我洗头还蛮快的，我吹头发要比较久。下来，猫猫爬窗。整组下来，对，整组下来应该要一个小时。真的烦，我要去把门弄回来。我的猫刚刚冲出去，但他们会自己回来。然后我就想要，就是我们就想要吓吓他们，就是说。就是你赶出去你就不准回来，然后结果房东上来就是晾衣服的时候，他就发现哎，怎么有猫在阳台，然后房东应该离开了，不是，他不是怀疑我们去，他以为我们的猫跑走了，但其实是有一只猫呢，他最近非常频繁的喜欢到外面晃，然后就是趴在那个阳台上，阳台地板上，然后就很惬意，但他不可以这样子一直出去，所以呢，我们就在他出去的时候就说你出去你就不准进来了，然后我们就把门关起来，所以他就在外面叫想要进来。但是我开门呢，他又不想要进来，就一直到了十分钟后，房东上来，他就发现，怎么有猫在阳台上？
然后房东就然后我就听到了，然后我就把室友叫出来，我就说房东看到了。然后呢，我室友就想要去把猫抓回来，但是那个猫就是趴在那里，然后他一接近呢，那个猫就我不要进去，他就抛给他追，所以我室友不想要让他进来。但是我相信这只猫再过半小时开门它就会进来了。有啊，房东一直喵喵喵，它一直在喵哎。对啊，除非猫想进来，不然它就不进来。你家猫越走越出去，后来跟野猫跑，后来看它，原来这个地方它是跑不出去的，它被限制在了里面。晚安，焦玉红。谢谢焦玉红送的925000。我们家最近猫太多了，我室友收了他哥的贿赂，收了他哥的钱。让我那两只猫住进来，打扰我的生活，开玩笑的。这是不是最近我觉得很好听的那一首？放放看。衣服前面花花的袋子，不是，这是衣服的袋子。这还是项链，衣服的袋子，项链，衣服的袋子，不行耶，网路。哎呦，网路，你会分辨了，不客气，不客气，收钱就能住进来吗？他只给了这个区域的一个人钱，可以一直拉同一边吗？他们好像不是连在一起，他们好像是分开的。刚刚顺便跟房东看一下网络，其实网络他没有一开始做的时候他是没有付网络的，只是我们就是不小心要到了这个网络的使用权，对啊，心通虚设的袋子，这件也没有帽子，它就是一个袋子，对啊，它只是衬托美的作用，蛮有趣的，对啊，偷连荒方对。房东的 wife， 不要随便偷连人家的 wife。这个还是就是那个给人唱的哇，他也挖空给人给我唱怎么那么好？那要配合他一下吗？可是我也不会唱。
什么没有人就是针对我那个不要偷连人家外服的言论回应啊？不好笑吗？可是我又不会唱这首歌，其实还是韩文的，我怎么唱？之前讲过类似的话题有吗？飘，哒哒哒哒哒，是这样唱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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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试试看，我们来试试看，搞不好会大翻车哎！大翻车，我就拜托拜托不要留档。嗯，啊，再一次。지고와둔둔눈앞이뜨거지면눈가随便了，开心就好。哎，我这样看眼睛好小，这个光不能这样打，变小变大。这是那个哎。这不是空耳，但韩文比较好学，除了唱不好的部分要唱得很好。好啦，唱不好啦。我全身有一半的鼻都是眼睛，好恶心哦！我喜欢这首，哎，还是我来 cover 这首，唱跳版那种。哎呀，猫咪，猫咪走开！空耳日文，不要再回想了。如果有谁就是在我生日的时候想要做，就是我们初次见面，拜托不要写那 Kira Base 的初次见面，拜托。幸好那个不能录影，真的是幸好。现在吗？我要整理一下，先等我下播。可惜不能录影，幸好不能录影。我室友刚骂脏话。可惜第一次见面不是 Kira Bay， 不然是哪里？我们还能在哪里初次见面？录影啊，啊，录影那个也不要想了，哎，啊，幸好那个都不能录影哦。结果洛克不发文，我哭给他看，喂喂喂。哎，八月公园啊，那个也不行。可是那个有录影，真的会哭吗？好，不发了，那就不要发，不要发。发一下，还是发一下吧。你都把它想好了。
好好被拜托。你也想被拜托一下吗？拜托。你觉得洛克那个朋友那声音太弱，每次听不下去。你说他声音太肉麻吗？那你要教洛克用胸腔共鸣，他要不能这样，不能用鼻腔说话，要用胸腔讲话。哼，要像这样子说话，就不会肉麻了。我眼睛有回，我眼睛就一般的眼睛。所以洛克看人第一个看眼睛吗？小的眼睛，第一眼都看眼睛。我其实不知道我第一看人第一眼看哪里。我通常就是跟一个人讲完一天的话之后，他长什么样子，他穿什么衣服，我可能都会忘记。超级不视觉的动物，不然看鼻孔。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如果你不敢跟就是对视一个人眼睛的话，你可以看他的这个中间。还有我就想说，你不敢跟一个人对视，那其实也不是说对视吧，那就是不想要让他看清楚你的脸吧。通常，不然为什么会害怕跟人对视？看人家的眼睛好会害怕吗？你看牙齿有没有卡菜渣？先看眼睛，确定没在看，我再去看。眼睛就是很尴尬，那你看这里还不是一样是尴尬？它本质上都是眼睛对视啊，只是你自己不这么觉得而已。好啦，可能有些微的不一样。我今天要拍穿搭，然后我就出门拍照。然后就带了一个脚架，然后带了一个手机跟带一台相机，然后我就怎么拍我又怎么不满意，然后就是拍到有点哦不想拍了，然后我就想那好吧，大概拍一下，觉得也不能再好了，我就回家了。然后回家看之后就发现我就装到电脑上，传到电脑上看，然后我就看。我就哦，其实还蛮好看的，嘿嘿嘿嘿嘿。原本回家的时候就还是那个有点厌烦，有点烦。然后就一看那照片，我又开心了。有带上阿德吗？你都跟阿德学拍照，阿德七十两百又坏了。谢谢你，不用接话，我帮你接了。我什么都知道了。喵，我不是在对你们学猫叫，我是在学它叫。不是对你们，我知道班单什么时候发行吗？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来打赌，博威现在有没有在听直播，还是他直接关掉？
我还说我什么都知道。这个八，哦，我这好啦，还是有我不知道的事。哇，我讲完他就进来了，哇！玉萍那柚子的回文回 F0.8，对啊，没人懂我哎，有啦，哇，看到图师有帮我按赞，啊，我就这样子就是冷掉了，都没有人看到我的精彩留言，也没多精彩。对啊，今天要专心看电影，所以他如果没进来的话，我就知道说，哦，他没有在看我直播啊。如果还有进来的话，就代表说他没有专心看电影，他怎么做都不对。想听到我也爱我的梗，所以一萍萍我爱你，好，我也爱我。F0.95，一定超贵的。不客气。手动进来。手动对角。有一说一，一萍萍出什么图或影片都还有质感，谢谢。你说 IG 上的吗？谢谢，品质保证啊。哈哈，开心。手动还要30000多，很贵，是蛮贵的。0.6只有手动比较，是哦。东京铁塔太容易了，东京铁塔就到处都看得到啦。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在那周围怎么样都看得到，但是哦，你要跟我站在同一个点才算，是不是？那个楼梯那边晚上排队是超级爆炸多人。但是我都是，我那天去拍是早上6:30-7:00多，忘记了。你很奇怪，子萱开始开播，你就把名字换成他，然后一样那边开一些很无聊的玩笑，哎，你要去学学好笑的话跟。幽默感，这很重要。有没有去那个楼梯太拔了？对啊，我原本想要在 IG 上发，可是我怕被讲太拔了，所以我想说好啦，我在多粉上发一下。嗯，跟笑笑讲话就很好笑。对啊，哦，很好笑。那天他在那个多粉里面，他就说。反正他就讲他的名字，然后我以为那是一个梗，因为常常就是什么杨雄啊、笑笑啊，他们讲的话我有时候 get 不到，你知道吗？然后我现在想说，不行，不能再 get 不到他们了，我以后他们讲什么我看不懂，我就要去 Google， 然后我就去 Google 了，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 OXX Facebook 的个人档案。然后夏夏还不知道，我知道他的，他说你还没有掌握我的信。结果我在查那个他的名字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查到了。不苟言笑的人。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去掌握你的，这样显得我好像很变态。没有，我真的我只是想要 get 到你们的笑话。我很怕就是我没有接住你们的笑话，你们会难过。虽然我知道你们不会因为这种事情难过。我不是变态，我只是，我就，哎呦，生气了，不讲了。谁变态说自己变态？我说我自己变态，你们就说对，你们也不会说变，真正的变态不会说自己变态。如果我说自己我变态的话，你们一定会说对，你就是你就是。这样我要怎么样来证明我不是变态？还是我改成我证明我是个植物，这样我的变态，哎，证明我是个昆虫，这样我的变态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变态。对不对？这个叫，这个叫，那个叫什么？逆向思维。洛克这个专业的来问我，我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感觉怎么回答都会有一点点不太正确。谢谢终于送的礼物。来嘿嘿嘿个三声来听听看够不够。嘿嘿，见鬼啦。这个人真的是一直在讲一些很奇怪的话。我说我，其实接的不错，谢谢谢谢，很好被操控，但是我愿意被操控。我好笑，对吧？你们会单边挑眉吗？限歌版权费。你只会单边，我也只会单边欸，我这边不行欸。我之前这个就是我是练成功，我原本以为一边练成功，那另一边应该是一样的方法就可以练，结果没有，我这边没办法，而且我每次这样做的时候都看起来有点变态。我不是变态，但是我这样做的时候会有点变态。这可以练哦，这可以练。我会动耳朵吗？这个也是我某一天某一天突然发现，动给你们看，我耳朵很大，对不对？可是我的好像动耳朵就会动到头皮，对不对？我这边会跟着动，但是我看大家动耳朵都是这样动。头皮带动，还是有那个真的可以动耳朵。我会斗鸡眼吗？你们说一个我就做一个，我是什么你们的傀儡啊？这样有斗吗？我还撇眼哦，撇右边，撇左边，斗鸡眼，但是我不能撇两边哎，
但是我的撇眼是，我小时候斜视，然后我还要夹那个红豆绿豆啊，我只夹了一个礼拜，我就不想夹了。结果后来发现，其实这个可以控制。斗鸡人家嘟嘴呢，你还是好好看你的电影吧。有机会上综艺可以用这个，我觉得我应该有更好笑的。哎，你们会这个吗？哎，这样子翻过来，然后一个大洞洞，然后把头套过去，这算不算个特技啊？再次手交叉翻出来，打开了，把头套，哎呦，失败，反正就是这样啊。我手舔得到手肘吗？舔不到。胸口碎大石，跟雨林 TK， 雨林前辈会什么？嗯，可以跟。其实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可以再一次，慢慢一点。好的，教学来了。把手伸出来，反过来交叉扣住，然后由下往上打开来，然后把你的手肘这里圈出一个洞，然后把你的头装进去，头发都被弄塌了，起来起来。你的动态，你圈的动态，自制围巾，对啊，你成功了，你是不是瘦子？一般人会骨折，所以我不一般。怎么弄出洞的？它就是这样。大家都在试。超好笑，大家都在试。现在正在看直播的大家全部都在那边。喂，双北地区消防队突然接到很多报案说手受伤，大家的手都断掉了。臂展，欸，我那个 Minecraft 麦快跑影片啊，有不少人在讲我的臂展。欸，我手真的有很长吗？也还好吧。那他唱老师就知道是不是瘦子，很长。好吧，我是那种四肢长长的类型。好了，我好像整个人都长长，常被尺量量看。哎，欸，我忘记我几公分哎，欸，但我有那个尺啦，还是我来拉一下。等一下，臂展跟身高差不多。我之前在那个中正运动中心，是吧？中正运动中心它有一个量臂展的尺，摸一下吗？有一个量臂展的尺，乌诺坏，不要理他。我四肢长，可是我手指很短。我手超级小，
也没有超级小，我手偏小。拇指很短欸，自卑了啦。我的笔站很没有说服力欸。对啊，大拇指好短。弹钢琴不会把手指练长吗？我觉得好像不会，但我也只弹了几年钢琴，三年而已，四年，三年半啊，四年，但我也只弹四年钢琴。小时候那都是玩玩，真的有修钢琴也就四年。我的拇指是直，听说直的，上次好像讲过，直的是显性，弯的是隐性什么的。因为我大拇指是弯的。我人生五分之一都在弹钢琴，感觉很厉害。好像是耶，因为今天都复修钢琴。对啊，玲玲前辈之前跟我说，他直播的时候有人说我家境很好，因为我是学音乐的。如果我家境好的话，我会去学个什么乐器。声乐的话他不用买乐器，相对来说就是经济实惠一点。我有看到那个弯弯的表情包哎，大提琴，我买最贵的大提琴，900亿的那一种。乐团当主唱最省钱，像乐团主唱都会 breaking 哎。你不可以爬那么高，下去。我怎么这么熟练？什么东西这么熟练？家境好不用学乐器吗？乐团就那是真正的家境好，那个是 top one。知道大提琴的价钱？不知道哎，我是随便讲，我只是想说就是讲贵一点，900亿这样。我小时候很喜欢这样哎，再下来一点就不雅观。大提琴比较大，肯定比小提琴贵，应该是吧？是这样吗？其实我不知道，下巴可到膝盖吗？我有穿安全裤，可是我现在脚上不来，我在往上就要。就要春风吹又生，低音大提琴这本书我看过吗？没有。我以前也会，我之前也是，也没有很之前。我国中的时候，我每天都要搭捷运上下课，然后我喜欢把那个手指去嘟在那个电扶梯的旁边。就是它是不会动的那一块，然后我会动嘛，然后我这样一路上来，然后手就是黑的，然后我还骗同学说你可以把手放在这里，你等一下上去就会有惊喜，然后就这样上来上来上来，然后就说你看你的手指，然后就黑的一块，我就觉得很好笑。我为什么不把手指嘟在嘴巴上？我不要。
服，然后你现在没有收拾了。生日会的进度如何了？现在7:54，是不是八点要？这是8:04啊。如何？大家都有票吧？有人没票吗？生日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有，哦，我们会玩卡户，大家好好的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个人资讯好好的收集一下。会准时吗？不知道。我要怎么给你们看？谁打上来一下？哎，我自己可以打吗？对，那个问答游戏。线上前台系统，你知道我们有一堂课呢，我们有一堂课，他老师就是他都用那个问答游戏点名，然后你得到前三名的话，你的总成绩就可以加一分，但我从来没有前三名，他每一堂就是用那个来当一个小考这样，对，就是那个尾牙都用这个比赛，就是那个，谁打上来一下 ，KAHOOT。对啊，总分一分很多，可是它就是通识课啦，就是大家分数很高，如果你平常有加的话就更高的。对，谢谢洛克，洛克有票吗？有人会穿睡衣来吗？logo 怎么那么像雅虎？我也觉得。我之前小时候打喷嚏的时候都会这样啊，你就是，都会来学一下雅虎这样。突然忘记耶。懂我意思吗？一平平会穿睡衣去吗？会耶。我都看不懂，为什么要处理呀？还有讲什么不好的话吗？妈咪看不下去。我的表情好欠揍哦。哦、oh, ，对，要不处理一下我自己吧？什么时候这个目标转移到我身上？还想讲话吗？我觉得他快要生出来了，哎，我觉得他是差不多要生了。他是那个之前在路上那个老师在路上捡到的怀孕母猫，就送到我们家中途。
直播生产，我们要给猫咪留点隐私。那捡到怀孕的猫，然后就放到这边，然后就有几胎，那个时候照说应该是四胎，好像还是三胎，我忘记了，好像是，等一下看一下那个收据。有找到爸爸吗？才不会去找嘞，猫咪都蛮那个乱撒。那算了，我家有十二只了。其实我都不知道我永远记不住我家现在有几只猫哎。对，它叫得很大声。它刚在睡觉，它睡起来它就开始叫，然后叫一叫它再继续睡。猫叫声好像，它很好笑哎，它晚上特别会叫，而且它晚上叫的话会那种。就很像那个小孩爆哭的声音，然后破音那一种，比现在听还在凄凉。要先取四个名字吗？你们取一下。会在我家里生产，对，他们应该会在我家生，应该就是让他们自己生。猫咪通常会接生吗？好像也不会吧。然后就是生完之后就是结扎，结扎之后看要原放还是送得出去。但这个母猫很亲人，我觉得有可能送得掉。希望可以送养。应该是附近的猫晚上有时候也在惨叫，它会不会也怀孕？四出八张，有卖掉吗？我们这样算卖得好吗？还是就是大家差不多？竟然准时了，真的。那我们要谢谢卢卡前辈、艺林前辈还有佑恩前辈，我来陪衬的。佑恩前辈，有五期我就是五期，有六期我就是六期。我是一百期，因为我想要活到120岁。算了，还是不要活太久，好可怕。到时候跳得动了。你们会想活到120岁吗？我不会想活到120岁，我觉得可以差不多活到，我也不知道。对啊，活到那个阿嬷走了，妈妈走了，然后朋友都死光了，然后自己的儿子女儿全部都死光了啊！搞不好我还不会有儿子女儿，我不要小孩，身边都不可以出现任何小孩。我活到120岁，想叫我老婆婆叫我老婆婆。也没有啦，我也没有讨厌小孩，就
就是我觉得小孩活泼是好事，对，是好事。所以遇到活泼的小孩，我会选择自己离开，而不是叫他安静。房东的小孩很可爱，很有礼貌，他会这样，姐姐。一平小时候是文静还是活泼？好像偏文静耶，但是我有时候会去做一些很皮的事情，但是我不是那种天天都活泼很吵的那种，我都是坐在那边然后装得很有礼貌那个，就是心里想要回家，可是就是还是啊你好你好。我也想静静嘛，静静是谁？模仿的真相。对啊，从小。而且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不是那种很吵很特别活泼那一种，但是然后呢，所以老师们都不太，就是都会觉得我很乖，但是知道我很皮，但他们知道说我好像是在，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我是那种老师要舍不得处罚我的类型，然后我就很喜欢去触碰那个人家底下在这里，我就喜欢触碰到在这里这样。小时候就是小时候超贱，然后所以就是老师就觉得说，好啦，他好像皮，但他好像有在动脑了。他就觉得说，好像他知道底线在哪，所以老师他不太会处罚我。很机灵啊，然后那个成绩单下面的评语都是写说，一品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但是请将这份这个什么，反正请将这个天赋运用在该做的事情上。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耍小聪明了。好吃哦，品学兼优。对啊，那辛苦老师指导。我四年级的时候转学，我一二年级在一个学校。三年级上学期在一个学校，三年级下学期在一个学校，四年级又在一个学校，我读过四个小学。然后我第四个小学的时候是四年级嘛，所以四年级的那个老师，他怎么样啊？就是他是带我进到一个新环境的老师，所以就是对他的印象还比较深，可是前阵子听说他走了，但我的之中也没有再去找他。但其实印象也有点模糊了。然后其他老师就是也没什么联络。一萍好漂亮，谢谢。这个小学不一般的经验。对啊，你到现在还读幼稚园啊？三四
五六年是同一个班的、哦。我一直以为两三四年级跟五六年级一定会换班的，原来还会这样带。我小学老师只记得有一个打人会笑的。哎，我小学的时候老师都还会打人，可是他们从来都不会打我，一定就是像我刚讲那样。但现在的老师是不是都已经不会打人？就是那时候，就是可能这一班老师他是拿那个塑胶尺，然后那一班老师是拿那个板凳的木板，然后 C 的老师是拿什么藤条之类，就是大家都在交换这些资讯，然后就是哪个老师绝对不能惹这样。想到就尽量打，哇，这么可怕！一平平时代还有椅子的木条，小学的时候有啊。国中的老师好像。国中老师会不会打人嘞？反正都没打过，我就没有什么印象。那我记得每个国小老师都是拿着一根棍子，然后就站在那边，然后有时候就是上课去巡堂，然后就拿着那个板子，然后就是这边看，然后那个眼神扫视，有够可怕。反正那个会太夸张吗？我看大家每个老师都拿那个。然后从来没有看过谁拿爱的小手，爱的小手就是个搞笑用具，演的好像可以去演戏。对啊，椅子拆下来那一条，然后就是拿在这边，然后就这样子看，哦，可怕。热熔胶棒，哦，有听说过，可是没有老师拿那个热熔胶棒，是会，就是它好像因为它很实心，所以它打下去会那个，会肿一整条，那个太显伤了，我觉得老师应该不太会用，要拿那种面积比较大的，这样子比较表面吧。爱的小很强，对啊，一定会拿掉上面那个手。铁条有铁条，铁条是太可怕了吧。打手背，手背是什么意思？好可怕哦！哦，一只木板。我有遇过打手臂的吗？什么是后束弓？没有哎，好像都是手掌。但是我都没有被打过，我真的觉得我很厉害。好了，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骨头的地方哦，我有听说过，之前看那个印度电影嘛，忘记是哪一部，然后就是有打那个打骨头的地方啊，是怎样？为什么要这样？处罚不就是为了要打肉多的地方吗？为什么要打在骨头上？好可怕哦！哦，水管啊，但还好我妈比所有老师都还暴力，我妈是拿那个东西直接起来砸的这种，我有一次还被砸进医院，但我们已经和解。Centrip， 现在老师会，我知道大人家长会啊，可是老师应该不会吧。轻轻敲一下，效果就很好。被老师拖去撞墙过，那应该很久以前了吧？
什么？为什么你们都有这么多那个暴力经验呢？什么鬼啊？怎么都哇？是不是其实小学的时候就是超级皮，真的皮到那种老师都忍不了那种。只是我们现在回想回忆的时候，觉得没有那么皮，但可能事实上超级无敌皮到爆。高中老师会把人抓起来往地板摔，跟丢垃圾一样。你比我小欸，你什么高中啊？越来越夸张了，什么把人当垃圾丢，还有什么把讲台拆了丢出教室。那个时代是家长叫老师尽量扁的时代。你还遇过整个学校会变成机器人，然后就拯救整个世界？哇哦！听我讲台是怎样？老师今天很生气，说我要把讲台拿来资源回收，然后就开始拆讲台，然后一片一片的丢掉，这样。你啥高中秘密？无敌类身亡是什么啦？对啊，我现在都有看到影片欸，就是老师被学生打的影片。我们看到同一个吗？我不知道哎，好像是国中的。头派搜寻绝对无敌雷声王，我查查看。我好像看过欸，有点熟悉的封面。一平平要角色扮演那个班长，我可能要重新看一次。一瞬间以为我穿黑色大垃圾袋，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哦，裙子啊，这是皮裙。
你觉得我立牌好漂亮？好看吗？谢谢。谢谢。我是跟一堆衣服一起睡觉，还是干干净净的床睡觉？我也不知道干不干净，但是我房间最干净的应该是床，其他地方也不是说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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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但是我最干净的床。品德不佳就都不打招呼了。一篇有被老师打过吗？没有。一平平是不洗澡不能碰床吗？不是、欸。我比较没有相关的洁癖，我是打学生可以申诉吧？现在应该可以，以前的话就是被打就是反省。我是不卸妆不睡觉人吗？我一定要卸妆洗脸才会睡觉，这算洁癖吗？这应该算正常。我长得好高，以前在学校被老师打，回家被家长毒打。我国小只有个男同学，几个男同学，就是他们是，就是那种一群很皮的那一种，然后他们在学校被打完，被写联络簿或被打电话，然后隔天他们一定会一群，就是讨论一下昨天就是回家那个父母亲的那个严刑拷打之类的，不是被我打，哎呦。然后他们就会一起讨论，就是昨天战况如何。然后通常那些男同学呢，就会，就是有些就是带着那个满腿的皮肉伤来学校，或者是那个，被罚跪一整晚的那种。就是我国小的时候还是这样的，状况，就是大家在学校被处罚之后，回家还会重新再一次。但是哪个区的小学？那个辛亥路上的小学，你昨天被扇两个 tree， 不是扇，我很想要念那个台语，可是我念不出来。我小学也是14年前的事情。讨论被打怎样炫耀吗？有些人是用炫耀的心啊，有些人就是，哎、欸，你昨天怎么样？他说那就被罚跪，就是这种有点不好意思。我14年前的时候读的是小学一年级。
还真的没有看过，就是有些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不能做而被打，通常都是他知道这件事不能做，可他做了被发现才被打。14年前台北市的水还有体育，但我5、6年级是男老师，男老师都不会打人。我4年级的时候，10年前吧，就不要让我记忆深刻的老师吗？最深刻应该还是国，就是1、2年级的时候啦。后面的就是都是普通的记忆，或是没什么记忆。我对以前的事情都会记得一些独立的事件，可是没有办法从头回忆耶。男老师应该是怕失手，但男老师会打男生，女生一定是碰都不碰。国中好像就没有，可是我记得国中就没有。对啊，人只会记得自己记得的事情。你好会讲话啊，哇哦！都可以接吗？有吗？当我遇到不能接的话题，我就会 heal。中文是什么？山丘吗？还是什么？丘陵？丘？补习班老师也挺会乱打人。我小学的时候是补习班老师会打人，可是我那时候应该已经是末班车吧，打人末班车。高中是艺校吗？艺校的，演艺科，因为我一开始是读演艺科，后来转科嘛。那个演艺科的话，他们的处罚就是做体能，就是那种累的要死体能。今天若和姐不在，她在啊，她在房间里。转啥？转去学音乐。累得要死，体能会做什么？什么迟到1分钟波比跳50下，或是？连做法，一个人迟到就是什么棒式5分钟全班之类的啊，或者是一个人迟到什么拉筋5分钟之类的，然后就是腿就开着，然后撑在地板上，然后就是等那个时间这样过去，然后就放空。本文金融姐。我是没有读到之后啦，可是我听说2、3年级有个老师，他是就是那种
暴力体能法，就是他没有什么科学体能，他都是一个东西，就是做个一两百下这种。然后一个人，比如说那个棒式嘛，五分钟，一个人掉了就全部重来。哎，我就想说啊，掉了他就是没有力才掉的嘛，啊，全部重来他就只能一直掉了。一平跟若和姐有认识一年多吗？我们高中是同学，我们已经认识大概五年了吧，六年、五年、五年。对，军事化学。反正就他就是不是在训练体能啦，是在训练服从性。因为这样转音乐班哦，也不是，我只是想要考大学我就转。我体育很好吗？不怎么样。有遇过新老师会打人吗？现在都没遇的，都是在磨人。一下，我们那时候叫国西乐科，但我是最后一届，后来就改成就是演艺科的其中一班，它是真班、善班、真善美跟乐嘛，那乐班就是音乐班的。都要转得蛮成功的，真不错。是个，我那时候在想说我转会不会后悔，可是我现在还好，完全不会后悔。我觉得这个选择很棒，那我觉得做的决定就是不要后悔。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后悔，向前看。会计老师洒脱，听起来不会有人在班上煮火锅，真可怕。人生就是不断的后悔，也有人这样讲的。还好啦，道理就是道理，它最重要的都是要让你活得开心，活得自在，才会有这些话，应该是这样吧。在班上煮火锅，那好像已经是大学才会出现的事，高中的话不太会。对，让你看开一点，我想要学如何看开。不行，我只能开一边呢。一边有养宠物哦？没有哎，我没有养宠物哎。我们家没有猫哎。我家没有猫。大学不是直接翘课去吃火锅吗？对啊，但是附近有火锅开到两点。他想要可以变迷，想看叫的那只，你想要给大家看吗？他考虑了一下，他说不要。肚子饿了吗？还有一堆饭，还有一堆水。他是在怀孕不舒服。我抱了另一只猫，另一只会吃醋吗？不会。只有抱 Enrico、Hanna 会吃醋， Hanna 跟 Enrico 会互相吃醋。妈 ，Enrico 跟 Hanna 会互相吃醋，其他不会。
只猫猫在叫他，我觉得他是有点无聊哎，可是我不能让他出来，我怕他出来他会突然乱生哎。他如果生在其他地方，我们家这么多猫，不行哎，只能关着他。他一定要跟我学的。哇，你讲话怎么这样？猫不用，猫自己生就可以了。这是要生的钱，知道吗？也不是吧。他其实来的那天他就一直叫，但他也不是不安，他很亲人，他随便都是翻肚睡的，还是怀孕就会翻肚睡，其实我也不知道。但他就是会蹭人，然后很可爱。他也不是不安，我觉得他就是想叫。我有养什么？其实我没有亲眼看过，但是若何有亲眼看过。两三次，一两次。当当当当当。跟我说再见，放哪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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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心跳。好了，就决定是你了。要很多只一定会累。那么多猫，一个月饲料几公斤？我没有注意，不过因为我们家很多那个中途猫，所以我们饲料都是老师在付，都是吃完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们定新的，你要那个汇钱汇到哪里哪里哪里的，直接汇给那个卖家。左边的表情，我以为你打若何天才，我想说你也太捧场了吧，他最喜欢人家加若何天才了。在一平平是跟着若何才开始养猫和中，不是哎，以前我高中的时候，我也算是一半自己住的概念，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反正那个时候我就有在中途，然后他的租处也有在中途，哎，没有，他高中的时候没有中途，后来因为大一的时候我们是都是自己住，我们大二好像才一起。就是刚好我们的那个租约都到，我们才刚好一起住的。然后那时候大一的时候，他在他的租屋处跟我在我的租屋处都有在中途猫。然后高中的时候是我住的地方可以中途，所以我高中就已经中途，然后顺便帮若何养他的两只猫，因为他那时候就看上了一对母女，就是 Holly 跟 Enrico， 然后他就想要养，可是他那时候他是跟他的亲戚就是借个地方睡这样。这样离学校比较近嘛，然后那时候我就先帮他养他的那两只猫，加上中途。原来是会给买家，不能让老师付一些生活费。之前老师还会买，就是要去菜市场，然后买一大堆菜，然后就说：“哎，这些菜给你们。”然后永远都吃不完。现在听着他会很开心吧？对，还会想要被叫天才。一平要好好休息，没有问题。我无法呼吸，一万颗雨滴的距离很彻底。离开你，我安。看上一对母女，母女猫。好，我来光清猫砂就清不完。哎呀，我的猫死掉之后，猫砂都变若何在清。我会偷吃猫粮吗？其实我没有吃过猫粮哎。有我的爱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让想念继续。喵。变透明。我家之后可以养几只猫，我不知道，我觉得没有上限。
老师一捡到猫就是先问我们，我们家还有没有空位，我们家还有没有空位，然后我们家越来越多猫。可是我现在觉得，哇，可是我觉得我们家现在那个猫含量也太高了。一萍会听乐团的歌吗？比较少哎。365天的纸飞机。一萍，一笑与猫是住山上吗？对，猫住山上，一笑也住山上。你送过一家前辈猫粮被退货。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因为我什么都知道。猫叫跟放歌选一，猫叫我叫歌都要一起。猫叫声让一品气到不行，还好了，我也没生气。他有好多饭，平平真厉害，什么都知道。其实不是一家啊，你之前你明明就有在，等一下，你明明之前我刚开始直播的时候你就有说不是一家吗？不然是谁？明明就是你跟我讲的，一定是吧？是吧？不是吗？不然是谁？我没有快发火，停留着蜻蜓。但你不是送他啊？晚上继续叫的话睡得着吗？还好，他离我房间还是稍微有点距离，还可以。鲜明。白夜闯着蛇的光影，享有着心事的一张表情，而你低头拆信。一萍晚上会睡着吗？晚上不睡着的话那是怎么样？摇晃曾经，回忆是一行行无从间接的风景，爱始终年轻。听见下雨的什么？和猫咪来喽，猫咪来喽，猫咪想进来喽，等一下哦。知道回来了哈。生气耶，他就哇，我打开，然后他就趴在那边看我，然后我过去要抱他，就跑走，他就是不要进来，他就是在整我。我唱歌很好听，会出单曲吗？看我有没有这个机运了。
任性的猫。因为晚上半夜猫咪有撞到谁会处理？通常我室友呢，他都是天亮才会睡的，所以半夜应该是他会处理。于是我的世界被敲醒，钟很靠近，碰奖。再一次，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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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没有截到吧？我忘记我嘴巴还有饮料，瞬间嘟啊，这样变轻了，不行，被整了，被白了一道。被摆了一道顺读，哎，你学起来，以后就说你就是你顺读之类的。诅咒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卡丘跟我说，我期待的不是学21万，我吓到哎，因为我中间都没有在关注了。一瓶也很有爱心。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就掀起汹涌波涛，泪沸腾的味道。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你看，就是不想要进来，哎，可是他又要趴在窗户上。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我想学一些新歌，我都没有在练新歌，我就应该练一些新歌。不要再叫我，还是练一些旧歌，例如在你和天空之间。是那些快乐多难的美好，你真的有办法舍得不要？才刚成真的美梦，转眼就幻灭破掉。祝福你真的可以睡得好，梦醒时分。明明你也差点就破音，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明天会搞唱那个晚安。梦很多，你就不要想起我。下来，他哪会和声呢？疯癫，黄昏。但是我刚刚一开始播那个 Fate 啊，我有一点想要练这个，我好像有看到有人唱跳，我觉得好像很厉害呀。
我也想试试看，还是我现在练练看，先练唱啦，先不练跳。但这首的舞蹈比较简单一点。猫咪好大声哦！Fate。话说那个，等一下要等广告播完。那个生日的明信片呢？我那天说我签到第四张，对不对？他现在大概签到了第14张，我进度真的是有够慢的。其实今天就要交了，你知道吗？跟那个姐姐说今天就要交咯，但是我还有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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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签的时候觉得很快乐。目前有一只冷静的哈娜，跟笼子的孕妇，还有窗户的猫。目前在附近晃的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两只居居的猫，是那个若和他哥的猫，也是在这附近。那剩下的其他的猫就是目前离得比较远。我想要练练看，我想在直播的时候练，可是我好怕我突然破音，然后被涌流传了，应该还好吧。完成几分之几？有前辈讲过自己卖的数量吗？我在想，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应该不是可以讲的东西。NG 片段哦，我怕我的NG 片段比我的正常片段还要广泛流传。我再开一次门，看看要不要进来。不进来，不进来就算。三花要进来了，哈娜就是不要进来。他自己冲进来。我开门他就知道要进来啊，哈娜就是不要，他就是不要进来。他在地板上，地板，就哈娜，他在坑在那边乱晃。那我要展示厚度吗？可以展示吗？还是不要好了？我觉得我现在菜鸟，我展示有危险。
今日온해동하늘이무너지고아아아오오어둠도눈앞이불거지면下一句둠도눈앞이불거지면뭔가이건게있는것같아괜히있다하나하나大家要看哈娜吗？我看能不能给你们看哈娜。你看他就是在这里，我开门他又不进来。真的很讨厌。你要不要进来？我开开看窗户，他真的不进来，我就不理他。猫咪会在外面不见吗？你看我想要过去，他就跑了。他其实不会想要跑走，他就是他想要在门那附近晃来晃去。大笼子还养狗，想说因为这个怀孕的猫他一定要关在这里啊，所以我想要给他大一点的空间，不然好可怜。真正的尼莫吗？阿德跟尼莫好像很熟，有去外拍吧？请问是几个手指的厚度呢？大概这样吧，这样。我忘了，96。你先走。怎么大家都认识尼莫？大家都外拍是？지고등동눈앞이물거지면我到现在还是只会第一句。谢谢每天无聊到吐送的礼物。阿德特别去买门票，尼莫好像没外拍了吧？怎么办？阿德不拍尼莫要拍谁？只是换地方拍，所以他拍同个人，他是为了人，而不是，哎，不可以再这样，你这样子很坏。尼莫不是海底总动员的小丑鱼吗？也是啦。猫含量太高了啦，哼！一品 IG 怎么会不回复私下讯息呢？帮我解释一下吧，各位亲爱的好，我们的好粉丝们。
是讲爱爱爱的的你的奇妙，一个人的一两个个他，给你伤害给你每个慢个过，可能只能只能那个啦啦啦。不是啦，什么哎，什么叫一瓶很忙没时间回你们私讯？我请你帮我解释，你帮我解释这么坏，我不相信你了。你真的很坏，坏透了。什么一瓶很忙没时间回你们讯息，太坏了吧。对啊，一品七都很好笑哎、欸。加入我的这个兜粉，我的兜圈。家里猫含量真的太高了，我真的很忙，我都在兜粉。对啊。我的豆粉最近都有尽量的在日更了，我终于开始不太会忘了，结果我今天讲完马上就忘了。哎、欸，什么？我们家猫太皮了，我快要受不了了。啦啦啦啦 ，Super Lady。对啊，一天3块钱，你就可以加入我的豆粉。我怎么自己开了？被那个三花这样啪啪啪啪空空空空开了。体面，豆粉快破200，追踪吗？太好了。九点了哦，你在提醒我要下班是吗？我才不要。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每天借一杯咖啡不用这么多啊。一天3块的话，一杯咖啡50块的话，便宜咖啡50块的话。12，不，没那么少啊！突然宕机耶，18啦，18、17啦，哇，脑袋宕机了，有红包啊！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你不。也尊重故事结尾。公演规定好严格。公演有什么规定啊？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何在？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记得带个爱偶像的心。2年别掉了昨天，我爱过你，令我干脆。要喊一瓶鸭鸭，没有错。我独自欣赏浴缸清洁。问卷是什么？填你最爱谁啊？最熟悉的街，主角却换了人演。那问卷内容是啥呀？你想要做哪？
填票号个资，那叫问卷，我的基本资料。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Oh my god， 好会讲。以前问卷有填最爱成员，现在没了。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他拿到窗户上。付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话，别人。这首歌对我来说有点太低了，单选太不公平，所以取消了。没有什么以上皆是或是以上皆非的选项。好啦，最爱就是最嘛，最只有一个啦。以前都只能爱一个啦，现在没有啦，现在大家都是开放的时代了啦，你可以爱很多个。我会唱鲜花吗？所以我把车卖了，我不会。以上皆非，那你干嘛去？我去看史大夫的啊。对你爱爱爱不完，也许很喜欢看表演。我没车，对啊，我没车啊。我十八岁的时候许了一个愿望，说我一定要每个月存多少钱多少钱，这样子我二十岁的最后一个月我就可以买车了。我也依照那个计划时间好一阵子，后来就不了了之了。你喜欢看表演，喜欢看衣品，谢谢。对，看来没有延续下去，没有错。所以我把车卖了，没那么简单。车涨价了吗？ COVID-19 来了。唱歌，唱什么？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呛到了啦！一瓶要冰室，我要冰室，绿色，黑暗的巴洛克，猜不透。What was I made for？所以有吗？有以上皆非或以上皆是吗？没有歌词啦，没有歌词，我要唱什么？啊，有哎，谁这么好来做歌词？谢谢。我要唱中文。清晨抬起头仰望着天空，悄悄在心里许下了愿望。
微笑会让每天变得更晴朗，点亮最温暖的心房。偶尔也会下起狂风暴雨，眼泪也曾模糊你眼眶。别彷徨，就算一切不曾如你所想，向前奔跑，别回望。没歌词就是最好的歌词，自己填。变喜欢的模样，追着风，不为所有阻挡。人生它就像纸飞机，承载我愿望，不问来时方向，不惧眼前难题，在风中拼尽全力，朝着向往的前方。别在意距离，要勇敢追寻，怎样去任性，最终又降落在哪里，这才是这一路最重要的意义。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365天不停飞行。哦，好喝的。要给大家掌声鼓励。诉尽衷肠，我们安静配合想一想。好啦，我再唱第一段。一直都在身旁，只是你不曾耐心凝望。人生它被风张开翅膀，那一刻享受着自在翱翔的时光。记得要抬头仰望，在雨中穿行，伴在你的自信，看你的你不可以这样子。有用哎、欸！乍看一下有像刘念前辈，像他就像只飞机，下来，下来，想不惧眼前难题。在风中拼尽全力，朝着向往的前方。别在意距离，零距离，要去远行，最终又降落在哪里，这才是这一路最重要的意义。遵循你已不再留念，小孩子要放电，我不是小孩了。好像演戏哦，我要去跟姐说，姐看我演戏，帮我弹吧，弹个
恶毒女配。叶飘逸上演了吗？没有。轮不到我啦。恶毒女配，演 JK，JK 不是日本女高吗？新的心跳，呜呜呜！夜梦珠就是上演，没有，我们只是为了要跟上那个前辈的角度，不是我们，我啦，我只是为了要跟上前辈的角度。其他人练了就是要后预备去商演，我的话就，眼里好低好低，相亲。是无敌的黑洞，我无力抗拒失重，我的意识自控，脉搏流动。不行，我还在嗨，突然静下来唱歌，有点，切换不来。闪亮的幸运，唱高一点的，要什么高一点的？失重前幸福，说散就散，说散就散。要去亲眼见证一平唱高音吗？看我有没有这个机运啊！我会努力的，但是你们不要，你们不要抛弃我。蜜香冻绿茶，无糖去冰。一起，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要等30分钟，好吃的臭豆腐才会来，你该等吗？等，等，不等的话怎么办？取消？那当然等啊！哎呦，阿和，不能长久。我今天原本要接麦克风的，结果我有一根线不见了。我们都别追究，把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可是要等半小时，半小时还好啦。哎，我最近一直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哦。先暂停，我有一个很严肃的事情要跟大家讲。我最近觉得好奇怪哦。有时候就是我要去学校，然后因为我去学校就是走路跟搭公车，其实那个车程差不多。都是在40分钟左右，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一条路骑车10分钟以内就可以到，也没有一条路，好多条路。但是呢，搭公车要40分钟，走路也差不多40分钟。有快一点的方法是骑脚踏车，可是那个路真的太危险了，所以我通常还是搭公车。然后我最近要出门的时候，有时候想说，啊，还有5分钟。才需要离开家门，我就坐在床上，我就发呆，等着等着，然后以为就是才过个1-2分钟，然后就一看已经八分钟过去，我都吓傻哎，我就觉得突然时间过得超快的，我就跟不上时间了，你知道吗？
好奇怪哦，公车绕了一大圈，好奇怪哦，真的好奇怪哦。不好吗？大家都对啊，时间体感超有问题。出总会累垮，相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太累断片，玩培根玩太久，我培根一直玩都快250了，一直在玩培根哎。你们知道培根吗？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从以后你就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不相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既然将一切都原谅，多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喵喵喵，居然有洒脱。对啊，有洒脱耶，洒脱。因为真的咚咚咚，就算博维看完电影啦，看完啦。一萍，我爱你，我要先去上班了，加油，拜拜，加油，拜拜。我会带着你这份爱我的心，继续爱我的。激动且幸福。超血腥，哎，都番茄酱啊。跑得有多高，环保反转后，唱错了。超了封号，煎熬，怕坏了，糟糕。哦，谁的幻想，完美的飞翔，相爱的时光，啪兹的音效。我们都回顾着，时间差一点，刚好慢一点。彼此呵护，对的人，好好听，谢谢谢谢博维。我觉得我播到9:30，这8分钟，然后我要来发一篇文，这篇文很重要。你期待高音的说，没缘分儿。对的人旁边的推荐是错的人。下一个天亮，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有活的人吗？有死的人吗？Hello， 爱自己。
水呀，绿波荡漾。好了，一品品会大陆的民谣唱法吗？我学的就是这个哟，我学的就是这个呀。及时暂停。怎么了？自己去查，这首歌叫《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我就不说是怎么了。笑的眼睛呢？爱笑的眼睛。唱还要唱，不会唱就练，还要练练，跳回上一首练。
什么歌？还有什么歌？Speechless。这首我好像也不太会唱。记得要保养喉咙，不要声带受伤。好嘞，谢谢。我的爱歌阿拉丁公主歌，唱着好听歌，妖兽好听。哇，你好会讲话，我都害羞了。会不会我会害羞？连名带姓，搞不好我会，但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下一首来听听看，连名带姓顺便念吧。不敏感的民谣歌曲啊，这好多民谣歌曲都好敏感。我来想想。是这样唱的吗？ Try it, all I know is I won't go speechless。 掀起你的盖头来。Cause I know that I won't go speechless。 会不会我的毕业音乐会，然后你们都会来这样子，然后我就会不敢唱。能去吗？能来啊，但是我当然是不会特别讲，因为我记得他不是凭票入场的耶，还是他是凭票入场的？但是我上一次他是你想看你就可以进来，但是我不知道是每个人都是这样。Is I won't go speechless。Broken， 连名带姓。这样其实我有很多歌可以 cover。我没事，我有很多歌可以 cover， 可是我都没有 cover。还是血腥爱情故事。我好久没唱血腥爱情故事，来查一下。我搞不好也不会唱，我很多都是觉得自己不会唱，但是其实都还算听过，还算，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一平要开比基尼趴吗？好，我开啊，除了我以外你们都要穿比基尼。深深从后面是什么副歌什么，恐怖小说，谁可以谁可怜，谁无辜谁可活。那个画面你要确定会太壮观，开放拍照录影啊。是怎么唱？算了，连名带姓继续听，顺便念吧。你要先练一下身材啊。不用啦，如果你要穿比基尼的话吃胖一点就好了。还要一起做节目，
品杯相扑大赛，我来当裁判这样。我很慢的吃啊，我刚开播就在吃，我开播前就在吃了，现在没吃完。晚上好，我已经要念榜，要下播了。我在念榜啊。有人持反对意见吗？吃什么？酸辣粉。那好笑，甚至面面说，才刚来的话就住这里，明天就不是刚来了。酸辣粉巧合啦，我每次直播刚好吃酸辣粉。辣的吃太多对身体不好。无限繁殖酸辣粉，你知道那个粉放在汤里面，它越来越多，它会一直膨胀，泡砰砰砰砰，永远吃不完。吃辣不会对嗓子不好。一瓶一个人开播会无聊吗？不会，你们这么好聊，对不对？而且你们家待会下播会公布我们在一起交往的事吗？你自己公布看看，你自己发一篇文公布。我的哎，很坏很坏，等一下就看那个念榜念不念得到他。名字不是我的，甚至还不在榜上，懒得吐槽。可以 ban 了吗？他说什么我都听不懂，为什么要 ban 他呀？他已经不能被他们 ban 掉，他还去其他成员那边了。子萱也不会念他的名字，我真心的跟你说，真的不要这样，这样会越来越孤独，真的，这样会越来越孤独的。谢谢一只走在路上的主人送的小号角，都是同一人，也出来四五年，这么久。这么久，很诚恳的表情，对吧？好啦，念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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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场，从哪里开始呢？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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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好不好？我的猫要说要假奔啦，真的啊，还有一堆饭哎。子萱的什么什么，他这样讲哦，这一时藏不住的嘲讽，这说不定是他的乐趣。对啊，他的乐趣可能就是他在他的那个本本上写的计划，说我希望在2024年以前可以被我所有烦的人奔掉。但是他就是永远过不了我这一关，因为我是高 EQ 高 IQ， 我不好意思。
高就走的这 QQ， 好好笑。好啦，20哦，从20哦。哼，我数到3哦，数到3要念哦，3、2、高额头，哇，坏。好了，第20名是春暖花开，大地回春，不想上班。第19名是阿和。第18名是果冻9号。第17名是 Draken。 第16名是金佑。第15名是许阿北。第14名是 Best 6100。 第13数到三，立马从3开始数。念一念，突然想要检查牙齿。我就这样啊，什么事情都会突然去做一下别的事情的。第13名是一生应援 TTP 朱里恩。第12名是北原。第11名是你是宣言欧比王。我刚刚在看哪个是那个叫什么、啊、喜欢一个主播会把他的那个放上去，那个叫马甲是吗？10是一只走在路上的竹轮。9是 Kani。 8是中影。7是飞飞伟伟。第6名是伟。第5名是娃哈哈。第4名是汉汉。第3名是咪鲁。第2名是尼莫。尼莫好挺哦。第1名是吉米粥。谢谢大家。嗯哼，谢谢蔡正宏的称赞，还以为要编人了。有蔡渣没有？我刚看过了。我们认识很久了吗？我们之前我还在拍照的时候，我们有拍过双模。什么时候啊？有没有两年啊？然后后来还是在那之前，我们去大道城，然后我跟尼莫、跟惠米、跟一双，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你们听过的。反正就是我跟尼莫、跟惠米、跟一双，我们四个去大道城，然后我带相机，然后我们是旗袍趴，应该蛮久了。一双，然后我那穿个绿色的旗袍，然后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有路人拍了一张，刚好我的肚子凸起来，然后他就发到那个路上观察学院，然后我被喷得乱七八糟，好凶。没有，已经被删掉了。你想看那篇已经被删掉了。然后一双还那个挺身而出说，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你把人家拍成这样，你还好意思说？然后下面就有人留言说，哈哈，都是照片了，都是照片了，被删掉，什么可恶？没事，我没有走心，但是我还记得。好了，可恶，没有连结能看，你们根本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吧？一边说好可怜哦，拍拍你，一边说啊，可是我很想看你。嗨，对啊，你们都这样，坏透了。人之常情啦，对啦。
我真的要下了。